明星夫妻能有多腻歪？吴京让谢楠坐在他肚子上，这是我不付费就能看到的吗？我最近长肉了，我可告诉你啊。然后呢？我肚子。哦，侧坐行吗？行。啊，好。往后一点。啊。整理行李时，吴京随身携带小雨伞。冰袋啊！不要误会啊。其实是我们是因为在部队跟人家学的是野外生存的时候，冰炮有时候它可以吹上气之后，你装在一个袋子里面，它可以做福利袋。行了，别一本正经的瞎说，原来结婚证等于乱摸许可证。大型不能乱。哇哦！好漂亮！哎你干什么？当知道应采儿和别人同用一支口红时，山鸡哥竟这样说：我听说你。听谁说？电视上面说你跟人家用同一口，但没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爱你啊！但以后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话中有话啊！就这样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。为了不吵到女儿，李承铉独创小妙招。晚上的时间，我们会在厕所的时间很多，抱在房间睡也怕吵到她，所以我们放了椅子在厕所里面，就是为了坐在那儿玩，就是为了坐在那儿玩。戚薇被问到如果和李承铉互换身体，最想干什么？我想要做的事情，你们应该不能播。试试。他们俩唱歌也是不拿我们当外人呐。举手晃动，一起来。